主题的公共图书馆大东艺术图书馆正式的开馆启用了，包含艺术、电影等，馆内共藏书150000册。而开馆之后呢，将成为南台湾规模最大的艺术资源宝库。大东艺术图书馆位在凤山区，继上个月呢，大东文化艺术园区试营运，吸引人群争相的参观之后，也正式的开馆启用。而为了深耕艺术教育，推展艺术的知识，高雄市政府也特别扩充馆舍，并且呢，将这个购书的经费增加到1亿元来充实馆藏，希望借此呢，培养高雄的艺文人口享受阅读乐趣。而大东艺术图书馆开馆的时间呢，是每周二到每周六，自5月起呢，每周六下午还将在这个演讲厅举办大东讲堂艺术专题讲座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最近在高雄有哪些值得参？